不想靠吃减压，可按着穴位。刺激耳穴的基点黑是神门，能避免因为情绪不安而解吃来解决问题。我觉得是基点吧，因为可以控制不要一直去吃东西。神门就是鸡蛋糕了嘛。神门鸡蛋糕，36把刀。鸡蛋糕真的应该是缓解情绪，所以叫神门。我在录影，不要在那边闹。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民新攻略。